这件作品呢，是它的名字叫阿难觉生。那本身这件作品，阿难尊者他其实是一种自觉觉他的一个宗教人物的角色。那我把一个水泥工做粉光的小工，把它做成阿难。因为我有一次在跟这个水泥小工互动的时候，我看到他磨水泥的那个样子，非常的宁静，而且专注，几乎带着一种宗教的灵性在里面。那我在那一刻我就感动了，所以我把这一系列的作品就叫做天工开悟，领悟的悟。那个领悟就是一种对于社会阶级的一种成见的一种抛弃，一种觉醒。那这件作品它蛮特别的，是说在前面我做了一个单面镜，观众在前面的时候他是看到他自己的脸的反射，但是他走到后面的时候，他才会看到这件作品真正的面貌。这就是好像我们在觉察我们自己，这是一种 awareness。 我觉得我想要表现出这种觉察这个瞬间的一种宁静感。跟各位大概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展览就是谭宪华的一个个展。那么这一次的个展的名称叫做天工开悟，是这么的一个发想。中国艺术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它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台湾艺术家慢慢的在这几年的一个冲撞当中，或是市场的需求当中，慢慢有一点被边缘化的一个趋势。那因为原本我们威廉艺术空间呢，是以专门做比较中青辈的艺术家或老画家为主的，我们年轻艺术家目前只耕耘一个画家，那第二位就是谭宪华这个雕塑家。宪华的作品其实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工班，由后面这个总工程师所带领的这样的一个水泥工、粉刷工人、砖头工人，然后电锯工，然后电钻工等等。它是一种意象，也就是说它在传达出社会上各个的角落，他们每一个不同职位的人，他们辛苦工作里面它蕴含的一个底层意义在。他发现了他美好的一面，那么每一个不同的一个工班或作品，他都有戴一个面具，各个不同的面具，或许这个面具就是跟外界他有一种隔离，以及让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些，就是辛苦工作流血流汗，然后没有他们就没有大楼的基础，也没有一个产业的成功。我的想法是把这样的艺术家就是推向亚洲，所以我们可能会联合了北京的画廊以及新加坡的画廊一起来耕耘这样的艺术家。我认为台湾的声音应该是可以在亚洲区让大家看到以及听到，就是说属于我们台湾的艺术力量。所以这是这一次办这个展览最主要的一个意义。